呀，陈先生啊，吴老师，对呀，没什么了。哎呀，摔了一跤。哦，啊，淑华呢？啊，淑华呢？淑华不在，出去办事去了。哦，出去办事去了。啊，好，那我等一下他。不是，他上他大姨家去了。哦，啊，说中午呢不回来吃了，在他大姨家吃了。哦，中午不回来吃。对对对。哦。哎，正好啊，我们两个人再喝一点酒啊，我整一点小菜来。不是吴老师，怎么了？我知道放在哪里啦。我知道，我知道。这个下午啊，我得去换药。对，腿坏了。对对对对。腿坏了一定要注意的啊。是的。伤筋动骨一百天。对对对。好好要休息。啊，好，我们改日再来。啊，好。你记住了，下次来的时候我带老酒。好的。你准备一些冰糖，再准备一些话梅。好的好的好的，要好好的休养。好的。哎，告诉我啊，告诉他我来过了啊。啊，好的好的。好的，再会。哎，再会。哎。谁呀？吴老师。啊。我说你上你大姨家去了，中午不回来吃了，他就走了。呵家伙，张口就给我整一大姨。你没有大姨，那我把他喊回来。哎哎，该，你去招他。我告诉你，招了没人给你做饭吃，饿死你。善意的谎言嘛。我看吴老师这个人挺好的。就是岁数大了点儿，这要是再小几岁啊？不是什么意思？您这是要年轻点怎么着啊？您别胡思乱想。我跟您说，就他这性格，你别说是个老头，他就是个帅小伙，也能让女的烦死。一天到晚就跟苍蝇见了臭肉似的，这。我这比喻确实不怎么恰当，你给笑的。中午想吃点什么呀？炸酱面。哎，还是看大门的。哎，哎，您把碗拿起来。谢谢您，咱能吃饭不这么大动静吗？可以吗？啊？烫。烫怎么了？我这个也烫，对吧？你不会这样，啊？晚一点，吹凉喽。怎么的呀？不能说呀？啊？你说就你吃饭这么大动静，你这么不文明，哎，你说谁愿意嫁给你啊？啊！我跟你说啊，这毛病必须改啊，不改你别住我这儿。你这把小孩尿尿呢，你啊？那弄一吹就出事儿啊！反正不能出声。这个小子，哎，这个小子，哎，淑华，你好，吴老师，你要出去买东西了？啊，五金。哦，又买五金了？啊。老金还没有走啊？啊，没呢。什么时间走啊？嗨，伤筋动骨一百天呢。您算吧，这才来几天啊？早着呢。一百天啊！哎，那要吃多少只鸡呀？回来了。回来了。又买的大骨头啊？什么大骨头？你们家大骨头黑色的？乌鸡。哎，我刚才上了趟中药店，买好些药材，待会儿炖一块儿，倍儿有营养。哼。
你现在这待遇可有所提高啊。哟，这谁呀？开会呢。得，你们俩聊吧，我先走了。哎，没事没事，我没事，你们别别，我可不想闹电灯泡。嘿，我先回去了啊。哎呦，哎，你几点下班啊？随时，稿子刚写完。走吧。咱俩今天出去吃吧。那可不行，那我爸这腿还没好，在家躺着，咱俩哪能出去吃啊？我都多久没出去了？自从你爸病了以后，我都没说出去吃过饭。那也不至于非赶我爸这时候去吧？等我爸这腿好了的，啊，我就领你出去玩，领你出去吃。你爸不是有我妈在那照顾着呢吗？那也不行，别任性啊！不去拉倒，我自己去。正好同事约我吃饭。嘿，哪个同事约你啊？你管呢？行吧，那就我陪你去吧。嗯。怎么又在外头吃啊？不是，明儿你听妈说啊，现在这天你不能老在那种小店吃，尤其是那种小馆，你知道吗？你要俩拌凉菜，他都不好好给你洗，回去吃拉肚子了怎么办呢？那金大哥，您瞧瞧，你养孩子干嘛？你这话还没说完呢，他早挂了啊！成，知道了，啪就挂。打完人，哎呀，不回来了啊！甭等他们了，咱吃吧。嗯，我先去把你那个丹桂枸杞乌鸡汤给你盛上来。哎，孩子真是，当初还觉得生少了呢。嗯。来了，咱开房。大妹子，你没事吧你？烫没烫着啊你？哎，金大哥，你怎么过来的？对呀，我咋过来的？哎，我拐呢。哎，我怎么拐呢？哦，我爬过来的。你怎么爬过来的？我给你演示一下。演？你看，金大柱，你看。